天唱歌的其中一个部分的就专辑，老师一直认为那只是我们唱歌学习古谣的一段路而已。哦，那也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松桃唱片会一直找我们来录我们的声音。我觉得最值得纪念的就是你们每两年、每三年声音被记录起来，我可以听得到孩子你们的成长。录音很辛苦哈，从我们的练习，从我们每一次的到高雄，每一次录音，大家都要起得很早，然后很晚休息。我希望这些回忆都是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一个纪念。但是其中我还是要讲，表演专辑真的只是你其中人生的一个部分而已。我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呢，不管是录音哦，不管是去表演，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学习的地方。怎么样控制自己？我跟别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，我怎么控制我自己？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跟别人融合在一起？我就是大家，大家就是我。我怎么去尊重别人，别人就会怎么尊重。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你们真的很幸运哦，比别人多了很多很多参与自己生命不同经历的一个经验也好，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你好好学习的一个部分。老师真的希望你们好好的去珍惜这每一次可以表演，然后每一次录音的一个机会。我们上一张专辑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，让很多的人去认识，原来古谣可以这样子唱。原来古谣真的要这样子唱，我们影响了很多的人。你们的伟大不是因为声音唱得很好听，你们值得尊敬不是因为你们有很多很多的技巧，而是你们给了很多很多人正确的方向。我相信那个夫妇们非常认同我们的做法。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，往正确的路，这是人生最大的价值。我在你们身上看见了这件事情，我希望你们把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放在心里面，然后不管在做任何一件事情，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，懂吗？懂吗？舞台上的光鲜亮丽只是一时的，你要怎么让它变成永久的？就是把自己心，把自己的脑袋瓜好好的培养。你的脑袋瓜，你的心里面吸收的养分越来越多，你就会走得长久。舞台只是一时的。很多人给你的赞美，很多人给你的一个掌声，总不能一直拍手吧？拍手会不会累？你叫他拍十分钟，还是会休息啊？你好会哦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！他总不能喊两个小时吧？是会累啊。但是，怎么样让他永远都记得，就是你整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质，就会让别人记一辈子。老师希望你们好好的记得这件事情。不过，老师虽然很凶，老师对你们要求很多，无非就是你们做好好的一个人，人的样子，台湾族的样子，有台湾族文化的样子，不是在这个地方唱很好听，很好听。世界上大概有200多万人，1000个人都有。但是能够找到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感动，然后是从土地里面找到你的脚，再找到你的心，再找到你的脑袋瓜，没有很多。所以回去我们
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所以我们回去可能要再跟老人家学习那份感动，把它找回来。明天是最后一天，希望是最后一天哦。虽然是童谣而已，啊，不要明天去录的时候，结果又要录第三天，啊，有没有问题？很累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好不好玩？好玩，那就好了。你们觉得好玩，老师就一切都舒服，啊，然后我们要谢谢很多的人，啊，这边有很多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录音哈，啊，谢谢大家。就从最右边，好，先盛之，盛之阿姨，谢谢盛之阿姨。谢谢他带你们出去玩。谢谢他每次。
谢谢。